晚点来的了哟，咱还没天亮，你带两个我们破的鸭子，中午整姜爆鸭子。再往牛一打进去，好，我鸭子杀好了，直接开干，直接跟它改刀宰成坨坨。好，你再来把佐料准备起。我们现在在泡海椒泡姜，好切碎。好，我们再来点葱姜蒜。好，我们今天做的是紫姜鸭哈，紫姜剥来点，切片片。我们再来点青红小米呢，跟它对泡就可以了。再给它配点青花椒，我们给它来勺猪油，再来点色拉油。这里鸭子直接下锅生爆，不用焯水，它稍微爆干一点。把我们鸭子爆香了，给它干来拌面，再来条豆瓣酱，泡姜、泡海椒、花椒、龙虾丁、姜蒜、剁姜，给它炒香。我们再给它来两块啤酒，这鸭子有点老，等它多空好了，这种棚叫不动。好，我们锅盖给它盖起，焖40分钟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呀，那个土鸭子好安逸，看爆好多油水出来，香惨了。剩的青红小米呢，跟紫姜倒下去，给它来点鸡精，来点味精，几口白糖，我们再给它穿转，烧个一分钟就可以起锅了。好了，起锅。来哟，盛饭的来的了哟。来来来。哎呀，真的等我一个人在屋头，我婆去吃酒，叫给我慢慢的吃，我就给他挑点起来，给你那些劲嘎嘎起来，他喜欢吃嘎嘎，我骨头啃不动，来坨嘎嘎，嗯，好像刚刚好，我来啃给脚脚，他进了趟鸡精屋头鸭脚本，那个鸭脚本来是好东西。嗯，我真怕嘞，快点过来，来给你留个骨头嘞。香得很喽、哦。